小哥，你别找我了，我明天就会搬走，好好和若男在一起。没事，不用了，你先下去吧。为什么呀？我花了1000多呢。没事，我报给你。是这样，我们领导刚才给我来电话，说有些事儿需要我处理，让我赶紧回公司一趟。现在？啊，对不起，真对不起，我也很想跟你度过一个浪漫的夜晚，但工作没办法，下次我一定补给你。